跟住老師去旅行的第一集，就是跟住我呢個老師去旅行啊。然之後我老豆都勁慘嘅，就係佢問我好多嘢，我都係答唔到佢嘅，因為咧我係唔知邊度打邊度噶。我哋今日咧第一集係去饒宗頤文化館。如果選擇搭港鐵嘅話，可以喺美孚站落車，然之後行五分鐘左右就會到達饒宗頤文化館。另外巴士站亦都有饒宗頤文化館站。如果你搭嘅巴士係另外一個方向，亦都可以喺蝴蝶谷新村落車，行五分鐘左右亦都可以到達饒宗頤文化館。登記咗啦，然之後你探完體溫咧，入到嚟啦。不要被他外面的外表壓親，其實他都挺大下的，分為上中下三區。上區呢主要是拿來住的，是這個翠雅山房，而中區呢就有不同的展覽館、演講廳、餐廳和 coffee shop。 另外下區呢就會有這個饒宗頤教授的銅像，裡面也有一個挺漂亮的蓮花池。那我們現在立刻去藝術館進去看看先。一入到嚟咧，已經見到一個好大嘅 backdrop 啦。呢個 backdrop 真係好適合嚟影相嘅。如果你哋想知道我喺饒宗頤文化館影咗啲乜嘢相，打咗乜嘢卡嘅，就一定要睇到呢條片嘅最後啦。好啦，我哋繼續行下先。行行下咧，你會見到其實呢度有幾多展品係可以睇，亦都可以知道呢一個館嘅一個歷史啦。咁如果大家係真係好想去慢慢咁品味一下呢個展品嘅話咧，就記得自己嚟睇下啦。哈哈哈！俾大家睇下，我妝真係融到一個點啊！因為今日係出面四十幾度啦，然之後我哋可以繼續去睇下嘅。咁呢個位咧其實好靚嘅，呢個蓮花投影位啦。咁另外咧，我發覺我同我老豆發現一樣嘢，就喺呢個藝術館裏面咧，係會見到饒宗頤教授噶。呢個就係饒教授啦，係啦，咁就會有好多唔同嘅起源啦。另外呢，其實這五隻字都很值得給大家估下。我一開始還以為是水在不知什麼魚，誰知原來呢記得中國文化是由右手邊開始讀起的，所以它究竟是什麼呢？噔噔，大家自己看下啦，答案在這裡。咁喺藝術館另外一對門出到去咧，你會見到對面其實有個保育館嘅。咁保育館與藝術館中間有個蓮花池啦。其實唔知係咪就因為嗰五個字咧，所以呢個蓮花池咧先至喺呢度嘅。係啦，我老豆已經迫不及待走咗去影呢啲真嘅好靚嘅蓮花啦。而我哋依家靜靜咁觀望下呢一個索，你會覺得好治愈嘅感覺。呢度好多嘅位，除咗適合打卡之餘咧，你都會見到饒宗頤教授銅像噶。咁入到嚟呢個保育館之後咧，其實你都會可以知道呢一個文化館裏面，其實佢之前咧都經歷過啲乜嘢啦，係見證住呢個百年使命嘅文化傳承噶。喺保育館隔離有個架咧，你可以拎一本小冊子啦，除咗可以留為紀念之餘咧，亦都可以用佢嘅寶皮啊嚟到去印呢啲好靚嘅印印啊。印完印章之後咧，就要去食我同我老豆嘅第一餐，我哋要食 brunch 啦。咁係啦，聽聞咧，其實饒宗頤文化館裏面嘅 restaurant 咧嘅嘢食咧係幾好食噶。咁另外咧，仲見到呢度其實有 lift 咯。咁我哋就可以搭 lift 嘅就去右手邊啦。呢度除咗有一個 restaurant 之外咧，亦都有一個 coffee shop 啦。咁我哋嘅目標咧只係去 restaurant 嘅啫。咁我就繼續行啦。當我見到 lift 嘅嗰刻，我真係覺得好 unbelievable， 因為呢度竟然有 lift 啊！哈哈，難得嚟到呢度就梗係要影相、影相、影靚相啦。終於可以入 lift 啦！你喺 lift 入面咧，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 poster 啦，有好多唔同嘅 promotion 啦。繼續望我繼續臭味。好啦，終於開門可以出 lift 啦，耶！係啦，咁我哋就上到嚟啦。其實呢度咧係，如果你結婚咧，都有機會係可以嚟呢度 booking 嘅。餐廳。係啊，有餐廳啦。然之後團體活動咧都可以嚟呢度噶，唔係 coffee shop 咩呢間？等先，我記得佢好似有兩間嘢，一個係食嘢，一個係 coffee shop。不如定係我哋睇咯，唔係呢個係有咖啡飲咯，嗰度就係。喺呢個時候要同大家講一句，老痴係真係有能力將身邊有方向感嘅人變曬做老痴噶。以温度呢個位啊，係咧勁靚。超靚，唔知可唔可以坐喺度影相咧？得，然之後呢條樓梯啊，係真係靚。
唔係喎，山房係咪啲嚟住人嘅？其實唔係嗰個咩月軒先係咩？餐廳喺左手邊喎，你見唔見到 ？Restaurant。是的，其實如果往我老豆的方向走呢，就是翠雅山房，就是上區了。我都是事後才搞清楚這件事，而我們是應該要去另外一邊才有 restaurant 的。知道啊，那隻好像是好了，大家陪我一起變老師一陣間。哇，那裡有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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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但因為疫情關係呢是開不到的，不可以彈的。那其實在琴隔離的位置就已經是 restaurant 了，看看個 menu 先。芝麻开门，揾咗咁耐嘅餐厅，终于要入去啦！其實平時咧我就唔中意食沙律菜嘅，但係呢個可能因為有啲果燥啦，我覺得佢嘅沙律菜係勁好食咯，同埋我覺得依一個樣有啲似羊肚咯。總共咧就叫咗兩個餐，一個意粉同埋一個扒啦，就係兩分食嘅。其實在餐單上面也都見到咧，佢好多嘅食物咧都係天然嘅。咁呢一個湯咧，你雖然飲落去咧好似味精味咁，但係你會飲得出佢唔係落味精嘅湯啦。然之後咧，咁佢其實仲有個包，個包都係幾好食噶。然之後咧，仲要係呢個啱啱講過嘅嗰個沙律菜咧，都係因為可能有果醋嘅關係咧，佢係有種一好容易入口嘅感覺咯。重點係連我老豆都用好誠懇嘅眼神同你哋講，呢度嘅西餐係真係幾好食噶。是啦，在我拍緊片的同時，我老豆已經將呢碟牛扒變成一碟小牛扒俾我啦，嘴巴似好曬，哈哈。上中下三區啦，中區同下區咧都係有印仔吸噶。啊，呢個係咪叫吸印仔啊？都算係吸印仔嘅，黑蛋咧，總之係咁啦，應該要咁。咁如果你係大寶寶嚟嘅話咧，文化館裡面嘅女廁嘅廁所咧，亦都係有呢一個換尿片嘅地方噶。同大家介紹廁所裡面嘅全身鏡，影幅相都幾靚。上去上區之前一定要行埋中區呢一個展覽館啦，入面咧係有好多唔同嘅漢字噶。呢個係禮品館。I love Hong Kong， 應該是亞加力膠片來的，我覺得是啦，是那些中學的 DT 亞加力膠片。哇，身為一個香港人來到這裡，見到粵語是什麼？咁究竟粵語係咩嚟嘅呢？佢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呢？如果大家想知道，除咗可以上網查之餘，仲可以嚟一嚟饒宗頤文化館去睇下展館帶俾你嘅答案啦。I begin to
行上去翠雅三房，好熱啊呢度。我覺得我又可以再噴好多次防曬，唔理我。呢度係上區的景色，係啦。咁影相啊、講嘢嘅時候咧，就留意啦，因為呢度係真有人住噶。經過我哋一番探索之後，才發覺原來 A B C D E 有一個咧就係 reception 嚟，咁另外咧就係呢個琴棋書畫嘅房咧，其實咧就係俾人住嘅一個房嚟嘅。呢一個 shot 咧就係 reception 嘅外觀啦。好，跟着路痴走就去到呢度啦。姚中义文化馆，你哋有兴趣嘅就记得一定要嚟睇啦，唔好走住啊，有靓相睇啊！如果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记得 like, share 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啦，不要忘记得还要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我们下条片再见啦，拜拜。